拜托，老人家还在耶！啊，Eric 也很会撑耶。对啊，看来他五代好像适应的也还蛮好的。哎，对，不错。哎，我好像没有看到台湾东大生，是哦，在这边在哎，朱阿生哦啊，一个 Ken 南部的 Ken， 哎呀，遇到自己人，这个啊。好，现在回到比赛啊、哦！现在好球 vs 洛克胖。Round one， 好球，好球对洛克胖。稀有角色范。这个他妈的，这只为什么是气脚嘞？我很想练它，可是我真的讨厌气脚。我也不懂它为什么这个大旋风是不小心爆出来的吧？哎，这个就是齐声压制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不太懂。哎，两次升龙，集气，打车哦！好啊，要跑了，要跑了！烧起来了，一直按中拳，按中，这又不是三代，又不会集气。啊，这个 gay 佬的确认啊，又被揍了啊！就是瞧不起对手啊！对啊，只刚直接把他收掉就好了，何必呢？刚刚又不中轰，来，凡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啊，啊，一个进攻。Round two。好球！对方阳带上帅气的墨镜，上一场已经算是几乎被 rush 掉了。来丢个垃圾，丢个毒，哇！全部这个被洛克胖有点对策到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还是 rush 到，应该是 rush 到吧？台湾没，除非他们私下有打，不然台湾没怎么帮啊。私下有打，听起来就脏脏的。私下有练习哦，好，其实用什么词无所谓啦。哎、欸，想逃啊！刚刚那是什么？刚刚我觉得是丢那个里击球吧。对，我觉得他刚刚用、那個、K K 是这个动作，可他刚手是这样。哦，有可能感觉是里击球。哇！我也最凶啊！好，先摆着，不敢乱动。阿胖不敢动。说真的，只是哎、欸，这个啊，缺了这个缺这个掰了掰了。哦，哎、欸，阿胖枪、欸，但是没有起身。要接青后才对。哎呀，阿胖搞什么？啊！会中吗？会。啊，这个判断蛮神奇的，但是为什么要把自己用到这种窘境，我是不太懂。Can win。好，我们做人要谦虚一点啊。啊！好球，好球，加油啊！叫到生物志强。好，生物志强，好好。OK，、啊、反正我们停的时候跟我们讲一下就 OK 了，哎呀、啊，谢谢了，好，继续、哎。哇，直接被突进来，干、哦、他！开场就跳路，啊、他妈的，凡怎么可以被跳路嘞？对啊，身为一个下动拳最强的男人，好、啊、被压到角落了，没办法，出招了一个反转拳，哦，很勇敢的往前 dash， 好，被阿胖解摔，再哦，开始弄了。胖子提及又出现，肤浅提及又出现了，一直按，好，哦，来，哦，近身想要骗摔，啊，阿胖没反应，没办法，还没有到这件事情，知道阿胖没反应之后，下次就要摔，摔，先摔到会解、哦。阿胖一直被点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好，开始毒在耗血，哎、欸，哦，对，毒在耗血，没错，不用碰到也会痛，哦，一腰解牵扯，啊、哦，好，升龙，快爆了，怎么办呢？不行了。啊，对 BS 没反应哦，没，这样不行啊。啊，对啊，今天的确是没有 SG 啊。SG 哦，说对了，没有。对啊，但是有很多附带的角色进来。哦，那个谁，对，四王问说为什么不放地上？因为他刚刚放了好死不死，阿胖都跳旋风鸟进来。对，他只要放都被打。对，其实你放地上那个毒，干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是对手动就一定会中吗？对啊，那个是有牵制作用啊。但是放的时间放要注意一下、啊，放气功本来就是一门学问。而且我觉得他那个 VS V Skill 那个毒偶尔还是可以丢一丢啦。对啊，还是可以。他是 DOT 威力真的是不够、哦，威力真的是不够、哦。没有他，因为你要把他那个方向攻击，你要把他那个毒的伤害给发挥出，对，你要把它发挥出来，你要一直摸对手，或者要么关键自己一直逃跑。对，他的存在本来就是
对手的血自然而然就不见。所以我觉得他的台词根本有问题。对啊，他一开始他有一个台词是什么？三秒还是五秒之内弄死你？可是你他妈其实应该是要五十秒吧？对啊，五十秒还躲不死，因为躲会不见。他应该是说，大概是说我他妈的99秒让你慢慢死之类的。他就不是，他就不是一个秒杀型的角色。对啊，哦，这个是阿胖。好，大概结束，大概结束。这个确认不错。好，阿胖直接2-0直落哈。是不是又钓到鱼？聊天室又站起来了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做我们的事情。现在阿胖又赢了。哇，好球！我觉得好球，这样被打下来。因为他是稀有角啊，我是比较喜欢一些稀有的角色。我是。